老铁，昨天的墨鱼啊，煮熟了就成这样的了，这可能是盐渍吧，盐渍的原因吧。咱今天下点面啊，这个墨鱼的汁是可以吃的啊，而且是可以防致癌的。这个你们可以百度查一查。哎呀，下这方便面啊，应该非常有营养的这个面。下视频开喽啊！喜欢一品生活的给我点双击，咱下频造它。哎呀，时间老，这个煮的有点老了啊！下视频开喽，关注我。不然你看不到。来吧，老铁，墨鱼海鲜面熟了啊，尝一尝，这是面啊。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什么味道啊，和正常的海鲜面一样味道，就是颜色变了。嗯，这是墨鱼啊，就墨鱼遭罪了，捞它。来，老哥，两斤一个的大扇贝，哇，加上生菜就是汉堡了，这么大。嗯，这黄啊，特别过瘾，一个就管饱。嗯，大黄，来吧，老铁，我又来了，教你做海鲜，葱姜蒜爆香。今天整了个大扇贝，八爪鱼，这个小丸子碎了啊，要不然也不舍得吃。来，大海螺，就跟皮皮一样的啊，都有。放酱油。放香醋，放料酒，料酒可以提鲜啊。放老抽，老抽上色。大火颠簸，不颠簸，不颠簸了。来，加点水。大火收汁5分钟就可以了，哥啊，学会了吗？学会给小妖姬点个双击行不行？盖上锅盖，5分钟，下视频开喽。煮老了的象拔蚌啊，要不碎我也不舍得吃了，要不碎。人家我看人家吃都是剥皮吃的，哎我了，我这壳都剥了。可能小姐姐喜欢就玩这玩意吧，我反正没吃过，第一次吃，应该就是这样吃的。哎，特别过瘾啊，特别鲜的。嗯，它这肉这猪鼻的，嗯，特别鲜的。看着看着，这里给个双击吧，哥，谢谢啊，没有给个。麻麻赖赖的啊，一点也不圆融，拍着。黄呢？黄断了啊，黄断了，苦胆啊，苦胆这个地方不要吃，因为特别苦啊。这个螺海螺要大，苦胆要苦的。这个肝也千万不要吃，把它挤掉啊。今天这海螺有点小啊，不是两斤一个的，这个有半斤差不多。放点醋。进出进来，哥看着看着，这里给个双击啊，给个就给个。忙了一天了，就这一顿、来个爆头。哎，好，谢谢哥啊，我又吃个迷你。这是田螺。哦，汤你要不要？汤，不。哦、我们渔民一天就一顿，嗯，明天给我二哥来个双击吧，这兄弟啊，嗯，大米香，嗯，不一样，
喜欢你们情况给我点关注啊。有钱来我家，我带你体验渔民生活。